很帅。开路吧。你先站着别动，我来清理一下。哎，真的有钢琴哎。不行。哪儿不行？把手给我。干嘛？哎，你干嘛？集中精神。你难道不觉得这样有点重吗？我还是起来吧。那就减肥了，一劳永逸。去把琴谱拿给你。等等，你真当我是天才不成？当然，我们小沈总有什么不会的？